蛋仔现身新版超级起步，一个滚动起步超远，这双抱都要比四抱远了，这到底怎么用？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。这那是什么地雷啊？完全就是洲际导弹啊，还能自己回来，真是太夸张了。最近蛋圈有一个超级火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留下自己的蛋仔 ID， 就会有人去岛上找你们，那你们要小心了。要是在岛上看见小丑的眼睛，那有很大的几率就是我。好家伙，你们之前是干流水线工程的吧？这一顿操作全是配合行云流水啊，太夸张了，简直。像你这样的大师，头发一定很厉害，很多事物那个天真。好好好，你这视频笑点简直太多了，根本笑不过来，对面的脑子也是超级夸张。好还好，其他人都过去了，要是没炸到一串蛋回来，好友链表满的时候你不破碎了。像你这样的大师，手法一定很厉害，看样子这就要变成新的起步方式了，确实超远，大家学起来速用。不对啊，开局也没滚动啊，那这方法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决赛用来让队友逃跑。